我有一个重大决定。什么这么严肃、啊、我打算带你去陪 OK 镜。啊，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你马上就要上初中了，体育占一大项，要好好练体能，戴眼镜多不方便呀。哇，我也可以戴上眼镜了。走，先去检查。2 hours later， 到医院了。上次彤彤就是来这里检查的，医生特别认真负责，所以我们又来这里啦，开始做各种检查啦。根据这些检查之后，才能确定是否适合戴 OK 镜。有没有近视的宝宝做过同样检查的，要是戴眼镜了，戴上之后还要检查，还要让医生看看是否合适，再换一个品牌试戴。看看畅畅的感受怎么样？眼睛还舒服吗？刚戴的时候有点感觉，现在舒服了。试戴完后才能做最后的确定，希望畅畅能摘掉眼镜呀。太开心了，畅畅完全适合，就等新镜片了。